是宣享午膳为。午膳为吃饭亏。然后呢？继续念啊。再一次，是宣享午膳为。问没关系，不要紧张哈。好，再一题，金锁号立位句。金锁物此位置，先留下。这有点问题了。亲友过见死根。一无色有五声。亲友几要先尝，高屋远兮不如堂。三三年，长别居处变酒楼客，长距离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很厉害呀、啊！或饮食，或坐走。长者先要等候，老夫人在下，而不在其道。关闭正，纽闭结。万语句子前是官府的定位，万顿句子头。很好，将入门问俗存。将入门问俗存，将上堂。三弟呀，你问谁背影？与我与风雨。众人勿须明瞧。他不问即回头。很好，同是人类不齐。六十众人者稀，我人等能多问，千里归更。好，再一题。读书法有三道。信口心结了，汤不是不是魏忠比不齐，关文天有狗功夫道是什么？很好。还有美女哦，念大声。好，来。子夏曰：“学学异色。”是父母人杰其力，是君王自其先子，朋友家人有。有点忘记了。没关系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学人贵者，不必为之学矣。哦，很好。有子曰：“信近于义。”人口信也，恭信于义。愿此不离也，是义之不离，愿不失其亲义。很好。孟懿子问孝子曰：“吾为樊迟玉。”子告子曰：“孟子问孝子曰：‘吾为樊迟玉。’”然后呢？有点。樊迟曰：“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也要看。”下课。好，没关系，再一题。子张学甘露，子曰：“多闻缺矣。”慎言其语，则寡尤；多见缺在慎行其语，则寡悔；言寡尤，心寡悔。很好，这题是高难度的哟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好，再一题哈。子张问：“十四可知也？”子曰：“因因。”不孝礼。很好，好，继续保持哦，要再多练习哦，哈，谢谢老师。